这个地是我朋友不用心计较才摕到手的。我抓准讲会当伫遮起总部，讨花发展我的大丰营造。想袂到，想袂到最后还是变成一场空。我唔甘愿，这地是我朋友母的，无论伊人甲我抢走，我唔甘愿，我唔甘愿，我唔甘愿。现在特别在我人生上痛苦、上落水的时阵，我总是会看到你。你的手受伤啊，用这包扎。唔免，我受冻袂起。小蛋，少华讲伊去拜托你，然后你就给伊一个宽限的时间，安怎？你现在是在看我的笑话，现在是在可怜我。我怎么看你这个人跟这么重要？你为着要跟我结婚，把你自己打拼半世人的事业都投下去了，敢说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？我当然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什么，就是紧赚到钱，将我的总部再建起来，让你后悔说你看我无，这就是最重要的事。你真的是说不出来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处理你资金的问题，别让四天金矿和上野集团把你逼到无路通行。一个是恁翁的公司，一个是恁孙仔的集团，这拢跟你有关系啦。讲来讲去，就是你伫咧甲我为难，都参像当当年同款，你还是无想你对待我。我无。郭惠玲，你就是一个空嘴无舌的查某人。安怎？你是今日讲，我有钱逼到走投无路，我会去找你的翁婿，将当当年所有代志全部拢讲出来，影响你的地位。所以你只好用迄十亿，将我嘴塞起来。是安怎我会好意？迄个人来拢是歹意。本老母，我无欠你。你搁假讲你无欠我？当当年是谁违背约束，无出现伫咧车头的？是谁把酒金面看我用拍半死的？是谁落井下石？将我自尊打跌土开，都是你。你对我所做的事，我永远拢记着的。你欠我的，一世人都还袂清。我若是无安尼做，你哪有可能活到今嘛？你两阵讲我无去车头是无？我有去，我是有百两的去。你天天死命威胁我，叫我跟哥哥结婚。我看你当年头壳，我人拍到规身躯拢是血，我哪有可能目睭金面看我心爱人死掉呀？侬莫乱讲啊！我这世人，我想要搁看到这个人。所以。你是为了不甘我的性命，你才答应嫁给郭世贤。其实你的心内也是爱我。你敢知影？我迄个时阵我无别个选择啊，我干那想要救你的命。老母，你莫阁怨恨我。别讲为着多一口气给我看，把自己不甲这尔狼狈，我无值得你安尼做。原来当当时你无反背我，你真正想要带我这个三脚狼走？我哥哥会讲你是为了金钱，你甘愿嫁给人做后母？甚至我阁为了要报复我心内面的怨恨，对你讲安尼一歹听话，我真正戆到蠢嘞！我无得管我家己，我无得管我家己。哎呀，不，妈咪啦！
我知道你这几年也很痛苦，我不怪你，别再自责好吗？你来回了，这个代志拢过去啊！你即马嘛用你家己的双手，踏出你家己的树，无人会看袂起你。慧玲，应该相信你。应该背叛在你的身躯边的人是我，是的，是我无将你的手牵我掉，这是我的不对，才会让咱失去这段缘分。这几年你过得好啊，高叔贤对你有好啊。我伫个高家过了足好诶，无受任何委屈，得当放心。你是安怎袂较早讲这件代志？那是会当将这个误会解开，无得卡。要不，咱两个人无其他的可能啊。即马拢有家己的家庭，还佫有囡仔，所以我一直无甲你讲过去的代志。我知影，就算我讲出来，嘛无法度改变啥，所以一直无甲你讲好清楚。啊，不过我今麦看你安尼，为着甲细汉拼事业、争面子，搁家己母甲这尔啊凄惨，我只好甲过去的代志讲予你知，因为我真正希望你会当放下，要不？我变哪方法？我这三十年来安尼拼死拼活，都是为了要向你证明我是一个有才调的人。如果我都对你放下，慧玲，乔母，把过去的冤冤枉枉拢放水了，好不？你即摆把你的心思放在你的家庭，所以我真正是一个好牵手。你一定要好好振作起来，我真正希望看到你幸福快乐。敢讲大汉呢？你即摆已经甲我讲出所有的真相，你嘛让我知影讲你的心内并不是无我。然后你搁叫我放下，叫我将你当作是七分人，我做袂到，慧玲，我做袂到。那是不是你对我搁有淡薄仔情分？你著听我的口讲，甲你斗相共，这是我最后会当为你做。因为我相信，你一定会当重新爬起来。我等你的答案。慧玲，你会记得这张名片？飞龙信贷啊，我会记得啊。当有听，以前伫咧路的，毋是有拄着这间公司的头家。这个三毛合作，一直发生代志，我怀疑跟这老总有关系。你把这人看好，有任何的消息跟状况，马上对我汇报。是。顶面有指示哦，若是向发现，你着准备进火种子，听有无？我会说你绝对袂了任何线索。
安尼上好。文堂组长，这相片吼是火灾时阵伫咧仓库附近出现的可疑人物，麻烦你确认一下，敢无你熟悉的人？哦，你看这么紧，是有认真看无啊？我跟你讲哦，就算我看三百遍了，这内面嘛无我熟悉的人啊，无就是无啦，那是袂晓听用啦，你是会晓袂啦，无遐话两个哦，较巧会来啦，卖浪费我的时间。是啥物代志啊？两位检察官，恁来过来遮。大爷，这两个检察官哦，派人袂了啦，来怀疑我这个受害者。因讲这相片内面哦，有犯人是我熟悉啦，挂在拖里哦，犯人唔能走倒位去啦。顶多是我咧怀疑哦，应该犯人有交接啦。你讲话较注意哦。哎呦哎呦，冷静冷静冷静。真真感谢您，也毋过我希望您加费心，紧把这个放火案件查清楚，卖耽误您的时间啦。淑芬，上去。真正是糗事呢。哦，好啦，真如说，卖跟您计较，遐也清官就无好啊。那老爷，你来来，来问你啊，看你要哪拍算？虽然即摆青木社长互你延一点仔时间，也按我问过，即摆业界无可能个人借你钱。我想来想去的，那只有我知啦，老爷，你是要讲我要去总部迄块地对无？我答应袂啦，黄东尼是我讲，慧玲并无反背我，即摆搁再将这块土地落掉的，一点仔意义都拢无。老爷，之前你着捌口讲过我，我也是硬要去总部大楼，资金一定会出问题，我听袂入去啊。顶多是即摆出代志啊，我头脑哦清楚啦。那迄块地我也是买袂，敢讲我着爱拖着数块关节做块跳楼。人咧讲哦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但是我即摆呢，你妈咧讲，你即摆通想通想好，要不我知影你真要紧即块地。燕国今晚只是暂时的，咱渡过难关，以后趁钱，再把土地买回来。好了，我要将土地资料给大爷。好。时间你辛苦啊，我先离开，等我好消息。苏文，你军中发哥翕来的相片，除了发哥本人跟下骹手人，还佫有一个少年的，你记？迄个少年我会记啊。我拄仔看火场的相片，伊伫现场。哈？刚刚就是伊。这放火案件佮发哥绝对有关的，而且这少年的真有可能被发哥派去放火。奇怪，发哥甲彭董事长敢受计甚物玩笑啊？我无听用甚物交谈，一定是为了利益。发哥这个人为了钱，甚物垃圾代志拢做会出，而且背后绝对有主使者。苏文，除了发哥以外，你查清楚这个少年的伊的身份甲伊的行踪，不然甲咱真正咱找到无外资料。是。